给爱心，好，谢谢，谢
谢谢，谢谢诸位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既然这样，你就不要再走上来了啦。我今天有准备，但是我是要在那个第三首，下一首。来，因为哈，他都要是唱金瓜，对不？对。啊，抒这个快歌大家听完，接下来来听抒情歌。因为中央落去这个发海报、送海报的时候，大家我相信大家拢在抢海报，然后耳朵就我注意听，黑啦，所以大家先注意听我唱歌，哎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我紧啦，会叫你去买你的唱片都好。对啦，今麦那个手机有冇？手机大家那个 FB 有冇？大家都在玩。啊，如果我先讲哦，如果今天一样海报带很多，但是也是。这个人现场的人更多，所以那是无听到，不要紧。这个私讯我的粉丝专页，私讯我的粉丝专，或者是呢，把我的粉丝专页加进按赞追踪加分享，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怡婷的海报，真的，哇塞，这么好，马上加，好不好？行，那我们就马上来听。